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好热闹，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高博。大家好，我是贝贝。每逢星期六晚上6点半，购物街准时为您呈现，就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没错。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如果你想参加购物街的话，赶快来行动。我们的报名方式就是我们联同中国邮政共同推出的幸运邮天下那张幸运卡，看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在全国的邮政网点都可以买到，赶快动手吧。嗯，填写好这个卡片寄回给我们的话呢，不光可以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而且还可以抽奖哦。因为每周我们都会有价值税后4000元的40份奖品送出去，希望您能够有机会能够抽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下周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对，下周幸运游天下的奖品是薄板触控电脑一体机一部，一体成型的外观，时尚的皮革箱子设计，展现独特风味。21英寸的显示屏幕，2G的内存，320G硬盘，低噪音风扇，低能耗，真正称得上是现代节能环保的电脑一体机，非常不错的一款商品。希望电视机前你能有机会得到它。还要提醒您，如果中奖的是您的话，那么我们购物街幸运游天下统一发放的是税后的奖品，也就是说您无需再用现金来支付税金了，这一点尤其要注意。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奖品只有邮政部门来发，没有任何其他的合作单位，请大家小心谨慎哦。好嘞，闲言少叙啊，已经摩拳擦掌了，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购物之旅。没别的，趁着这个喜气洋洋的开场气氛，一起进入今天快乐购物第一关。没错，就是高了低了，一下子两位选手，大电视准备好送人了啊！下一位，暂定他，韩红平，再来，还有一位竞争对手啊！呀，赞呢、啊，暂定这一位，袁于倩。您好，韩大姐您好，这边欢迎你，欢迎你。二位一一做个自我介绍，韩大姐开始。大家好，我来自陕西宝鸡，我叫韩红平，今天如果能拿到奖的话，我就感觉到非常高兴，如果拿不到我也很高兴，谢谢。陕西来的客人，简称闪客。大家好，我叫袁玉倩，今天我特别幸运，我希望你们也赶快报名，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你来当主持人吧，挺能忽悠啊。完成了我分内的事，挺好啊。到了，介绍一下规则，我的左手边有8样商品呈现，这就是一会儿你们的目标商品，你们按照次序一一为他们出价，你每报一次价，我会提醒你，你的出价离正确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直到你能锁定正确价格。每人都有30秒，30秒过后，两个人谁掌握到的商品价格高，谁就是赢家。韩大姐，你有优先进行游戏的权利，30秒。这样，8样商品先选一下，你点哪件？8号。选8号是吧？好的，